父皇，母后，你们叫女儿什么事？青儿，我们有事要跟你说。母后请讲。就是一会你带上你的仆人帮我跟皇上去拿个东西。好的，母后。母后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的话，女儿就先退下了。等等，父皇还有事要跟你说。父皇请讲。你要去一个地方帮我拿个东西。好的，父皇。但是是哪里呢？是另外一个城，去找另一个国王。你只要说我名字，他会帮你，因为他是我兄弟。好的，父皇，我会的。母后没什么事，我就先退下了。我叫苏青青，虽然我是这里的公主，但是我是有任务的，就是让我杀了这里的皇上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才冒充这里的公主的。好困啊，睡会吧。小姐可以用膳了。好的，心安。这位叫心安，是我的仆人。心安，一会你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好的，小姐，你快去用膳吧。嗯，知道了。爱偏开在旅途，我想我忘掉我，我心容你我最初，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去另外一个城。好的，小姐，你先去外面等我，我马上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小姐。皇上身边有很多守卫，我要怎么样刺杀他呢？算了，还是先出去吧。好了，心安，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轮回过几年，弹指间，繁花开落多少遍。这一世眷伴纠结，触动了心弦。下一世，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我是来帮你的。那你要怎么帮我？我的任务是刺杀国王，你能帮我吗？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去刺杀国王，一会你帮国王送完东西就来这个地方找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一寸左一眼落，一花一说一贪图，情世中爱偏开在迷途。国王陛下你好，我是墨轩的女儿，我今天是来拿父皇的东西。原来是墨轩的女儿呀，你进来吧。好的。陛下，拿完东西我就走，请问他在哪里？好的，我这就给你拿过来。这些就是你父皇的乐器，当年他可能是忘记拿回去了。好的，陛下，我帮父皇拿回去。那国王陛下，王后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。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。我们走吧，先。好的，小姐。有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不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寸多一年末，一花一树一残烛，情世中爱偏开在迷途。往前路，往前路，往心往里往最初，我慢慢留在爱你的路，牵手
夙愿，来世路，一念春花应偷渡。那一年父皇，女儿把东西给你拿回来了。女儿把东西放桌子上，你就下去吧，我跟母后要休息了。好的，父皇。父皇，玉玺已经放你房间了，要是没什么事，女儿就先告退了。女儿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好的，父皇。女儿告退。什么时候要去看看那个真公主了？我要赶紧想办法刺杀皇上回去，这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再待了。明天去找那个人，我看你要怎么帮我。睡一会。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牵绊纠缠。可恶啊，我才是真公主，那个人去了父皇母后那里，肯定会出事。不行，我要想办法出去，去保护父皇母后。不过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像可以挖掉，我试试。哦，真的挖掉了，那个石头是不是也可以挖掉？嘿嘿，父皇母后，我来了。假公主，你给我等着吧。父皇，我真的是你们的女儿啊，那个人是假的。不许你污蔑我的女儿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父皇母后那里传出来的。算了，去看看吧。这两个老家伙吵吵闹闹的干嘛呢？这里是牵绊纠结，触动了心弦。父皇母后，女儿给你们鞠躬。对了，父皇母后，你们在这里吵什么呢？你怎么会在这？女儿这个人乱闯我这里，还没有一点礼貌，你说要怎么处置？父皇，我真的是你们的女儿啊，这个人是假的。你大胆包天，居然敢冒充我，冒充我的代价你可知道？我没有冒充，我是真的，你才是冒充我的人。停，你们两个先去房间，一会我们两个拿点东西，一定就会知道你们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好，父皇母后一定会认出我。那可不一定哦。这幅画可是我们的镇家之宝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画，我的女儿自然也是知道的。你们谁先知道这是什么画，谁就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这幅画的来意是水墨画的天空，它的来意是父皇是从一个地方画来的，你们就把它命令为镇家之宝。你答对了，那你呢？怎么没有说？我就是忘了，但是我真的是你们的女儿啊，母后。不可能，我们的女儿是不会不知道这幅画的来意。女儿，去把这个冒牌货关进地牢。是，母后。只要把你关起来，我就是真公主，我就可以想办法刺杀你父皇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，我求求你放了我父皇，只要你放了父皇，我就让你当这个公主。切，我对你这个公主可不感兴趣，懒得跟你说了，跟我走吧。我的父皇母后一定能认出我的，你等着吧。
敢跟我说地牢的位置，不然我还不知道呢。哼，怎么样啊？被自己的母后都不相信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居然不理我，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。逐渐如缱绻誓言，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幻境稀有恒年，心流细淡。母后，那个冒牌货已经被关起来了。很好，女儿。母后，我要去把他杀掉吗？女儿，你不用杀他，让父皇来审问他。好的，父皇，父皇，母后，你们还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女儿就先回自己的房了。好的，女儿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女儿告退。不知可否再见，用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土，一面墨，一花一树一坛土，前世中还偏开在迷途。这是什么？是不是那个人写的？打开看看吧，反正这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。他叫韩宇，他真的会帮我吗？反正心安又不会帮我这个假公主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